爷，请。嗯，来，走。哎，怎么样？满不满意啊？如果不满意，我让我哥换。那个四小姐住在哪儿？哼，我们住这院的西面，她住在东面，还没到呢。 你喜欢他？嗯，我喜欢他，你会吃醋吗？我有什么好吃醋的？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。告诉你，总司令想把四小姐嫁给我，田大宝在旁边起哄，这是阴谋。 我不会上当的。什么阴谋？他们两个都想控制我。你看我，像个给别人捏在手里的人吗？那我也不愿意被人捏在手里。哎，我哪舍得捏呀？我是把你捧在手里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不说了。你一路骑马已经很累了，你早点休息。 我呢，就住你隔壁。嗯，爷，小的有事儿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不敢说。少奶奶，她老往地下室跑。可能是去做衣服吧。 他伺候大少爷太辛苦，我赏了他块旗袍料子。不是那么回事儿，我刚刚偷偷的去地下室，我看见什么了？看见他跟那黑牛抱在一块儿了。爷爷，你说吧，是埋了他，还是淹死他？ 都不是。关门。哎，哎，豹爷，有情况啊！哼，龙胡子要对田大榜下手，怎么下手？在什么时候？这不知道。龙胡子嘴巴紧，不肯说。 那咱们肯定是帮龙胡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你哥。他的确是我哥哥，可是这个人肚肠太小，出手太软，撑不了大气。这话怎么说？我在他手下的时候帮他打江山，他嫌我发展的太快，又下不了手，就把我赶出石城。哼！难道我们要帮田大榜？ 谁也不帮，最好他们再火拼一次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要他们两败俱伤，那豹爷就是乌龙山的老大了。三八子，啊，少奶奶。 大太太给赏钱了，我哪有那福？老爷要买房子，跟太太那儿支点钱。又要买房子，给谁住啊？说是他老舅要来住吧，买房子给老舅住，这事儿挺新鲜的。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就是老爷要买房子，别让人知道是老爷买的。为什么？我哪知道啊？ 怎么没有袖子呀？是，我还没做好。我第一次做旗袍，怕做坏了，所以，我得请大少奶奶多跑几次，多试几次。
龙爷要给榜爷买房子住。有地方住还买房子？你知道在哪儿吗？啊，那地方我知道，下面都是空地，旁边还有一家作坊。哦，大少奶奶，这领子还有一点不合适，麻烦你还得再跑一趟。只要给大少爷抓药。好，你把刚才说的这个情报送到城隍庙，压在香炉底下，记住千万不要让人看到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了。这是从城隍庙香炉下拿到的。哼，这个龙胡子果然阴毒，他想把咱们当成烤肉。榜爷，那咱们怎么办？先不去石城了，就在城边上找个旅馆，全包下来。是。爷，您看。嗯。爷，您怎么改玩这鸟了？要不我给你找一妞。嗯，这个鸟好。喜鹊，是报喜鸟。爷。爷，有消息了。说。田大榜的人果然没进城，他们都住进了老龙门客栈。嗯。地雷埋好了吗？爷，您就放心吧。都买好了，只等半夜三更就送了田大榜上西天。您怎么就知道田大榜会住那儿啊？我不知道，城门外就三家客栈，我让六秃子带着弟兄们三家客栈挨家挨户给他们掏水井挖水沟，而且这些人都是操着八仙岭的口音，用的都是钻山豹的地雷，到时候就算查，那也是钻山豹，查不到咱们。嗯，也真厉害。那个黑牛怎么办？接着让他做衣服啊。有一点，不准小莲再和他见面。是。爷，您看这鸟。嗯，好。嗯。嗯。少莲，你新来的吧？嗯，哎，老人家，你是被抓来的？哎，这里的人啊，全是被抓来的。吃吧，为什么不吃？这饿死事小，这里的监工啊，打人可狠了。哎，昨天还有一个被活活打死呢。吃吧。嗯。欢迎总司令，司令，欢迎四小姐，欢迎啊，请，请。哎呀，表舅。我在城里边连你的住处都安排好了。我没这命，城里住不惯。您瞧您说的，您住外边干嘛呀？住城里多好啊。
拜见老大。谢谢兄弟，今天我们结拜，结拜就是一家人了。既然是一家人，我就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了。湘西22个县，我现在已跟11个县的地下纵队司令结拜。今天我又跟你们三位结为兄弟，哼，将来湘西、长沙乃至整个湖南都是我们的天下。祝贺，都是我们的天下啊。好啊。诸位兄弟，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我们盼望已久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打响了，朝鲜战争爆发了，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响了。好，同志们，好，国防部令，让我们湘西所有的纵队都集合起来，对共产党发起总攻，配合第三次世界大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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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三次世界大战，配合第三次世界大战。诸位兄弟，朝鲜战争打响了，世界大战爆发了，来，我们干一杯！干！干！干！表舅啊，我再敬您一杯。我先敬你三杯。应该是晚辈敬长辈，请。你要是不让我先敬你，这酒我就没法喝了。我马上告辞回乌龙山。恭敬不如从命，我听您的。这第一杯，我道歉。道歉？作为长辈，又是你的表舅，这么多年了，照顾不周，还请龙司令多多包涵。表舅，是晚辈对长辈孝敬不够，请您包涵。好，田司令，龙司令，胸怀坦荡，我陈某佩服，佩服啊！第二杯，我赔罪。赔罪。3年前，一时糊涂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自己人打了自己人。我还请龙司令不要记仇。既然表舅把话都说到这儿了，我也别小肚鸡肠了。过去的事情随风吹散，干。好，我也陪你们。两位司令军气前嫌，精诚团结，令人振奋。来，干杯！啊，好。这第三杯，我求情。您这话怎么说的？怎么求情呢？我的儿子黑牛，还请龙司令高抬贵手。让我带回去。贵公子在我这儿，在你的地下室里，给你的卫队做衣服。他们穿的这些新衣服都是黑牛做的，还挺精神。有这事儿吗？他就说他是个裁缝，也没说是榜爷的公子啊。混账，还不快去请来。是。好了好了，咱们把这第三杯干了吧。好。对，
我来跟你介绍一下你的两位表哥，这位是鲍司令。表哥好。表弟好。表舅，你好福气啊，有这么大个儿子啊。这位就是雇你做裁缝的龙司令。表哥好。黑牛表弟啊，我自罚一杯，向你赔罪。我也敬表哥一杯。表哥，表弟还有一个请求，请表哥答应。别说一个请求，就是一百个都好说。表弟请表哥放一个人。什么人？大少奶奶。大少奶奶？对，大少奶奶，我答应过她，要带她走。田大榜，这就是你的好儿子，勾搭人家的儿媳妇，还要把她带走。混账，老脸都让你给丢尽了，跪下！啊，绑！老爷，你们谁都不要跟我说情！你个小兔崽子，老子叫你来石城是干什么的？搞情报，不是让你来搞女人的。情报没搞来，却搞了个女人，还搞了个大少奶奶。你可真有本事！板爷，您喝口水消消消消消气。去去去！是啊是啊。乌龙山的细妹子随你挑，你一个都不要，跑到石城你倒开窍了。啊，别的女人呢，她也就算了，你偏偏牵扯到龙胡子的少奶奶。你知道龙胡子是谁吗？是你表哥。你勾引的这个女人就是你的侄媳妇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大爷，你跟龙胡子的表亲是远亲，出了五福就没关系了。怎么没关系？石城是块大肥肉，可惜掉在龙胡子的嘴里。三年前我就想把他抢下来，可是没有抢下来，还死了100多个弟兄。三年里啊，我一直忍着，就想麻痹龙胡子，没想到这个畜生这么一闹，这不是给龙胡子提醒吗？板爷，您得问清楚，这黑牛兄弟他是老实人，肯定是那大少奶奶勾引了黑牛兄弟。行了，猴哥，你们别乱猜了，我跟你们说，那龙胡子家的大少奶奶她本来就是我的女人。混账！龙胡子的儿子是傻子，你跟傻子抢女人，你有出息吗？不是，我说爹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啊？那龙胡子家的大少奶奶，她就是小莲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她是小莲啊？我开始啊，以为她死了，后来才知道。他被那个龙胡子看上，带到石城当了他的大儿媳妇儿。他妈的，龙胡子跟老子的仇又多了一笔。是他先抢了我的儿媳妇儿，你站起来。起来。爹，给咱们送情报的就是小莲。而且是他亲自送到城隍庙，压在香炉底下的。好了，先别说这些了，你先回去歇着吧。是。走吧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对。哎呀，我这个傻儿子呀，比龙胡子那个傻儿子还他娘的傻。黑牛兄弟啊，为人单纯，为情所欲啊，让人同情啊。是啊，可真是他娘的种啊。
我的机智聪明，他是一点都没遗传。不过，让黑牛兄弟这么一搞，龙胡子肯定是恼羞成怒了。嗯，榜爷，我们不得不防啊。提醒得好。嗯，黑牛啊，都把我给气糊涂了。豆包，喂，客栈外面多加警戒。明白。苏三离了洪洞县，将士来在白山县。去去去去，来，夫人，夫人，你疯了，快放我下来！哎呀，我是疯了，我是开心的疯了。老子今天发财了。嗯，一身酒气，你喝酒了？是啊，但是我还没喝够。来人！哎，鲍爷，没喝够是吧？酒跟菜都来了。哎，好兄弟，你的奶奶的就是老子肚子里的蛔虫，迟早让你扛上少将肩章。好，谢鲍爷栽培。夫人，陪鲍爷喝一杯吧。对，来来来来来，你要我陪酒？是啊，夫人，破个例，赏个脸吧。我不喝。你相不相信我硬灌下去？可以，你找把刀把我的嘴巴撬开，想灌多少就灌多少，我不会哭。哎，鲍爷，跟这个贱货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我混账！贱货是你叫的吗？夫人，那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嗯，苏三离了洪洞县，将士来在大街前，未曾开眼，我心好藏过往的。咱们兄弟喝，来，鲍爷，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，咱们这宝可是压准了。第三次世界大战关咱们屁事啊？当然有关系了，美国佬打过来，国军就会反攻大陆啊。那又怎么样？你别忘了，国军来乌龙山剿匪比共产党早，领头的人还是陈子贤呢。啊，鲍爷是说国民党要夺回江山还要剿匪？嗯，那咱们的活路可在哪里呀？在我们自己手里。哦，老子今天特别开心，是因为田大蟒跟龙胡子两个撕破脸，马上就要死掐对方啊。黑牛和小莲就是导火索啊，掐吧掐吧，早掐早了断，到时候老子来收拾局面，坐上乌龙山第一把交椅，不管京城谁做了江山，都要来乌龙山封官许愿，哄老子开心。对对对对对，就像鲍爷哄夫人。你他奶奶的，还真是这个意思啊。来来来，鲍爷，来我进来。来来，四小姐，你怎么还跟着他？我不是放你走了吗？他其实喜欢你，我看得出来。我自己都没看出来，你这个冷美人倒看出来了。他很会哄女人开心，那你怎么不开心呢？我的心，
我的心早就留在戏台上了。是留在戏台上那个小生那儿了吧？是啊，这人间只有在戏台上才有真情，才有轰轰烈烈的爱。你还真是一个活在戏台上的人。四小姐，我问你，情是何物，怎叫人生死相许。是啊，我也在问自己，情是何物，怎叫人生死相许。莫非四小姐心里还有别人？四小姐，好。夫人，外面这么凉，我先扶你回房间好吗？嗯。苏三，你。红线将是来在八千千回，曾开眼我心，好惨过往的君子，听我言难以为去往，难尽转于我那三郎。这个龙胡子还知道孝敬我，不错。总司令，总司令，鲍司令来了啊！来来来，鲍司令，总司令，咱们喝酒。好。我去给你们拿两个酒杯来。哎，男人喝酒要什么酒杯呀？你下去吧。啊，什么酒这么辣？这个酒啊，是苏联的伏特加。当年呢，我们在黄埔的时候，我们这帮年轻人都喝这个酒。好酒啊！鲍司令啊，我们在乌龙山能坚持到现在，你这个小老弟是劳苦功高啊！啊，这全都是总司令的栽培。总司令，您有什么话，尽管吩咐。哎，没什么话，鲍司令。话呀，都在酒里，喝。好。啊，好酒。爸。你们喝酒啊。丫头啊，你脸色很不好，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哎，丫头，这个酒不是女人喝的。谁说女人不能喝的？丫头，到底是谁惹你生气了？没有，没人惹我生气。和四小姐一起喝酒，的确是一大乐事，痛快。你的夫人，你应该请她来。让他给你唱个曲儿。他不会在我面前唱曲儿的，我也不会强求他。啊，是吗？我有这样的压寨夫人，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那是你的事，我不管。好酒量啊！
老爷碰。酒量，大人，你算善报。司小姐，丫头，司小姐，司小姐，站住！喜欢我？是啊，我喜欢你。我知道，但是我的心里面只装得下一个人，你们两个觉得？决斗！决斗！快一点啊！快啊！快一点！我决斗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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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嘿，你决斗！嗯，哇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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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我的。
也不要怪爸。你长大了，长大了就一定要有个归宿。